周三学街舞，周四学英文，周五呢上作文补习班。可是为什么要学珠心算啊？用手机就算出来了。哎，大头，去开门。哎，走吧，快来，干嘛来我家？干嘛挤眉弄眼的？嗨，大头。阿姨好。我来找你爸聊天的。好，阿姨请进。哇，师兄们。哎，徐曲妈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头爸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大头，赶快去倒水给客人喝。不用这么客气的，请姐姐去帮忙。哎，你妈今天为什么会过来？你觉得呢？啊，徐曲真的好乖哦，又会拉小提琴，真的好优秀呢。啊，没什么啦，小提琴而已。不过她上个礼拜才在学校里表演过，哦，学校老师同学都夸奖她呢。哦，是哦。爸。我们家大头也不错呢，前几天呢他画画还拿到全校特优而已。除了画画以外，这个暑假我还帮他安排了各项才艺课，周一学直排轮，周二学跆拳道，周三学街舞，周四学英文，周五呢上作文补习班。是哦，我们家徐徐也要学很多才艺呢，周一学芭蕾，周二学油画，周三学游泳，周四学围棋，周五还要学唱歌呢。哎，大头，学的怎么样啊？爸，条理很难，你可以不要学吗？不行，你不多学点才艺，以后怎么跟外面学生比啊？我怎么跟徐徐妈妈？这个就真的很难啊！怎么会有难？不就这样这样这样就好了吗？输得很厉害，你来啊！妈妈叫我去买菜，我先去买菜。徐徐，你怎么还没开始练习呀？好嘛，到底为什么要学珠心算啊？学珠算让数学变得更好啊，而且对头脑的发展也很有帮助呢。妈妈在算账的时候也都用得到啊。那妈妈，我来考考你。当然没问题。254+389+15+36乘以2等于多少？嗯，答案是这个。你看吧，用手机就算出来了。我说不过你了。哎呀，书法那么无聊，到底学它干嘛？写书法可以训练表达能力，可以修身养性，可以不容易生气。你爸我气质这么好，就是学书法来的。好了，好好练习。我去找王贝贝聊天。你给我出来！丑八怪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来练琴的啊！我也来练琴的啊！哎，走什么走？走什么走？哎，丑八怪，你这样犯规耶！丑八怪，过去一起干嘛了？我先来的。你先来，你就先来。
这个游子的操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